非常开心。其实我们公司 TVB 每一个监制都是很就是经过磨练才训练出来才能升到监制这个职位的，所以一定是好的啊。而且他已经在公司干了那么多年，跟我们都很熟悉啊，所以大家都合作得很愉快很开心。他也只不过是来替一阵子时间，因为前面这个制作人他是放假，因为他累积下来有好几年没有放过假，所以这一次要放差不多两个月在这一段时间就是说这个新的监制呢来顶替他这当然是很开心也很开心。之前傳出話七月咧就結束《愛回家》咧係假噶啦，係咪？我從來沒聽說過。上次已經有人問過我，我說：哎呀，我怎麼沒聽見過？在我心目中是不停地一直拍下去嘛，對不對？現在而且這個節目一向都是很受歡迎的一個節目，也没有什么道理会停下来的，我相信应该不是真的啊。